慢点，你等等我行不？哎呦，赵刚子，不是我说你，就让你帮我提了点东西，你至于累成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哈，我今天就穿平底鞋，我今天穿高跟鞋，我自己就夹上来了，不用它。哎呦，大美啊，你夹一个我看看，啊，你还夹它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大美，你夹上它，你再穿上高跟鞋，你信不信？一会儿就把你这高跟鞋磨成拖鞋。你这就是没劲儿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唱唱歌鼓鼓劲儿啊！你注意，你注意，跟着我歌声的节奏走。让我轻轻地告诉你。告诉你天上有星星，告诉我，我还没告诉你，我跪下了。你再告诉我一会儿，我就躺地上了。你起来！我的妈！你慢点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慢点，往下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，放，你歇会儿去。哎呀，确实有点沉，休息一会儿。你这平时老不运动，你这体力不行，喘口气。哎，那个，赵刚子，哎，我问你点事儿行吗？你说。喘口气儿啊，就是咱们小区不是评选最美女青年吗？啊，这事儿哈啊，那个我多少票？我跟你说，大美啊，你的票老多了，你差一票是250票。哎呀，我人缘这么好吗？嗯，既然我这么高，那其他选手呢？比如说那谁家那小谁，那谁家那小谁，那谁家那小谁，还有那家的黄小黄。你不就是想问黄小黄吗？我问很多人呢。嗯，大美，我告诉你，黄小黄的票挺少的，他跟你有一定的差距啊。他呀，才249票。感觉他跟我一样多呢，是吗？那不都差一点250吗？哎，这我倒没有发现。这，我跟你说，就你那一票是很关键的一票。你跟我说你那一票，你投给谁了？嗯，台冰箱吧。你别一问你关键时刻你就打岔，你说你投给谁？你说你那必须说。哎，那个大美啊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说你像你买这个新冰箱，人家都送货上门，你为什么非让我送门上货呢？这是个问题呀。对呀，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倒倒啊，对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赵刚子啊，你说你天天在物业公司坐着啊，看报纸喝茶水，你坐时间长了吧，我就担心你捂住血。我就想你没事到我们楼上面这个地界溜达溜达，看看我们上帝们都有什么需要。看看你有什么需要，你说我给你解决嘛。哎呀，我这个需要不好解决。没问题，我帮你解决。我想要个丈夫。你家冰箱放哪？搁屋里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呦，慢点啊！妥了，我得排掉了。慢点。哎，来，进来。给我吧。进呢，来，进来。哎，这谁放的酸菜缸啊？你进来。不是，你这门太窄，我进不去呀，这挡的。那你不行，这我得问问，这谁放的酸菜缸啊？这是。你也看见酸菜缸了啊？你这个楼道里就两户，反正不是我的。那你说是黄小华呢？那是你说的啊，这个不是我说的。赵刚子，请解决问题吧，我先歇会儿。黄小华呀，刚子哥。哎，咋的？小华啊，是这样的，今天呀，我帮大美抬冰箱。大美家住对面。好的。黄小华，又咋的？没说完呢。我帮着大美啊弹冰箱。大美家就住对面。你别回去，我没说完呢。咋了？我帮着大美抬冰箱啊。就这酸菜缸，你看卡在这儿了。这酸菜缸是谁的呀？想吃酸菜了，晚上给你捞两颗。好的。哎，这，黄小华，你干啥？咋那么多事儿呢？你没问完呢。
这酸菜缸是不是你们家的？啊？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咱物业有规定啊，业主不能往楼道里边放东西。那我也没违反规定啊，那酸菜缸又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是谁的呀？我妈妈的。这么着啊，那个咱妈的酸菜缸也不能放在这儿啊。你跟谁攒攒的呢？啊，赵杆子，你跟谁？不是，你说，你要跟谁俩攒攒的？不是，那个小黄，你控制一下情感，好不好？你往回退，你退回原来的位置，好不好？退回去。